这是我身上最贵重的一个东西了，我把它送给你。我之前拜托你一定帮我找到他，你得帮我。在你嘴角呼吸一口空气，轻轻随着血液充满我的身体，开始不由自己有你的身影。我刚刚去食堂给你买了绿豆汤，谢了。西瓜，你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是什么时候？不是故意的，你别生气啊！好，我陪你下棋。所以，其实我们两个人早就握过手了。我想和你成为同学，我想和你一起上课，一起吃饭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的。我只想要这一点点甜，对我来说足够了。好啊，你能赢的。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你干嘛呀？